我们前面说了三七八六，现在海拔4271，看这路呢，不是坡的坡，就这一段，就是我们刚骑过来这一段。哎呀，我去！前面一个大坡上去，然后跟就是一个大的下坡哈，能看到吗？前面的山上积雪挺多，看着也挺厚的哈。先到这一段。